时候，其实说明我是有价值，是不是？啊？换一个思路想，就是这样子的哈。如果我都不值得他们说了，你说谁没有黑粉？是不是？嗯。你像神秘人大哥这样的好大哥，情怀好大哥，你知道他有多少黑粉吗？他的黑粉应该不比我的少啊，神秘人大哥啊。可能是我带给他的黑粉。本来神秘人大是没黑粉的，自从来我这刷以后就有黑粉了。黑粉的话不要读啊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了我就要读他，我要把他暴露出来，我让他，那好吧，大哥说了对，相貌有人。都已白了头。我们播到几点呢，家人们？播到十点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大家已经不想听我唱歌了，是不想听我唱歌了。最大的运气，因为比我优秀的人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黑我，没有时间来管我。唱自己的歌，我自己的歌啊，我唱自己的歌。我的什么歌？是那种抒情歌，我的歌啊，尝试。唱完那个，我人气就只有三万了，你确定要唱吗？人气只有三万了。一生有你，来，一生有你挺好的，一生有你。点到哪去了？点到哪去了？我从哭泣中醒来，我点到哪了？我不知道刚刚。我点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，家人们。然后呢？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我刚刚点到这里就变成这样了，你看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岁月承受所有无情的变迁。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了，等一下哦，家人们，要不然我就这样唱歌吧，好不好？就这样给你们唱歌，好不好？怎么自动关机了呢？我唱首歌来。重新开机来。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
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岁月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看到了，谢坦然哥，感谢。没有歌词了。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岁月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，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岁月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，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感谢 Jerry 妈咪，感谢小草宝宝，感谢。还是舒淇的歌好听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连麦，你知道吗？不够嗨，那你去看别人嗨啊！那你去看别人嗨去呢？啊？没有了，我现在是在公司，你知道吧？没有在家。好吧。OK。你连我。来了，开始了。来了，开始了。闭麦。他有汉堡包啊，我就不听你说话了，还汉堡包，兄弟们，汉堡包，还八宝汉堡的。OK， 来了，所有的队，大哥大姐，能把你鬼之泪说了，之泪说了嘞！感谢塔阳哥。感谢我身边五哥，感谢我假如里面有如果。嗯，感觉我有点感觉不行啊，下次我要多玩点 PK， 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惩罚，家人们，就是那种好玩的又整蛊的那种惩罚，我真不知道啊。最后一分钟才能秒啊，谢谢我水城哥啊，感谢，还有感谢这个颜啊，颜值啊，感谢杰瑞斯坦然哥，谢谢越来越好，感谢。哎，我真不知道有些什么好玩的 PK 啊。啦啦啦啦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就是玩这个秒的这个东西啊，已经不是看你的实力了，是看你的运气了。有时候啊，就万一突然间进来一个大哥，他进来就给你一下给秒了，那你就输了。嗯，这是看运气。谢董老师，感谢江河哥。
哟哟哟，那个换女装唱歌。咱们散票先往上走一走，什么对面没大哥，对面票的比我多还没大哥，谢谢好听，感谢One, two, three, go! 嘉诚，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嘉诚。谢谢安总啊，感谢。感谢身边的大哥。娘啊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哎，只有一分十五秒了。啦噜噜啦啦噜噜噜，最后五秒钟，屏住呼吸。今天赢得这么轻松吗？今天赢得这么轻？我没看到哈，这时间过得好快呀、我还在玩，感谢谢，感谢神秘大哥，感谢有你这样的气魄，真的，你我们彩虹团的大哥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比大哥嗨一曲，来嗨一曲 ，Let's go！ 我们十点钟下播啊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再唱首歌，来一首嗨曲，我们先庆祝一下，庆祝啥？庆祝啥呀？啊，全网啊！我跟你说，全网有这样的医药费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见过吗？啊啊！来首嗨曲，什么曲？想不到一首歌了，我一首歌都想不到了，我真的。One, two, three, let's go, come on！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。啊！还有什么？山河万里会不会太大哥会不想听呢、啊？山河万里啊！刚唱完不如跳舞，你还不如跳舞。去云南找你，想吐吗，大哥？去云南找你，还想听吗？你说不听，快点。去云南找你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听？云南找你啊！听腻了没有？啊？听腻了我就不听，不唱了。六十万才六个华子。我没在云南。
大哥不要我，没在云南，我要去北京照顾你，来。又没有歌词了，喂，有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再重逢，那次纠缠有什么意义？你说去北京让我等你，思念一下穿越几千里。如果我们不分居两地，最后是悲剧还是惊喜？你从远方搬到北京，从此以后就成了谜，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，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。后来我去北京找过你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我都像呼吸一样失明，可最后还是不尽人意。后来你来长沙找过我，无论开心还是哭泣，我宁愿花光一身运气。好吧，你就我给自己的面子，没面子。如果我们不能再重逢，那次纠缠有什么意义？你说去北京让我等你，思念一下穿越几千里。如果我们不分居两地，最后是悲剧还是惊喜？你从远方搬到北京，从此以后就成了你，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。后来你来长沙找过我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我都像呼吸一样痴迷，可最后还是不尽人意。我一直还在长沙等你，无论开心还是哭泣，我宁愿花光一身运气。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，我一直还在长沙等你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我都像呼吸一样痴迷，可最后还是不尽人意。我一直还在长沙等你，无论开心还是哭泣，我宁愿花光一身运气。最后有没有等到你的消息？铺哥，你懂老板的心思吗？哎，我是唱歌啊，好不好？搞得我干嘛？你干什么心思？什么心思？真的是什么什么心思？当心思。我们十点钟下播了，家人们，好吗？神秘哥，好吗？老板要上央视？哪里听说我上央视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？我们可能就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面，哈，会去唱歌，会唱一首歌。哦，可能要两首，要合唱一首。
哦，你在北京呢？哦，带不同上课。OK。布哥喜欢听三生三世，谁说他喜欢听三生三世？哦，他带不同上课。OK。所以他不来长沙找我。嗯。不同不是他孩子吗？他不是不同的爸爸吗？这还要问吗？不是废话吗？不同是他小孩儿。嗯，不打了，我不打 PK 了，家人们，都十点多了，不打 PK 了啊。然后我们就下播吧，吃饱了下播了，家人们吃饱了，谢谢枫桥啊，就是很多宝宝们在我这里买了口罩的啊。就是如果你们等不了的话就先申请退款好不好，然后25号呢我们还会戴口罩，到时候就应该没有问题了，嗯，好不好？18号买的在我这买的口罩的没有发货的咱们就不要等了，先退款啊，嗯，我25号还会戴口罩，行不行？不同爸爸，我下播了，不同爸爸。下播呢？不退呀，你非不退干啥呢？退呀，你退呀。啊，嗯，你退款啊。哇，神秘的大哥发了一个好大的红包。发了一个全网最大的红包。偶尔来看你就是找不到你啊，偶尔来看我找不到我，还想听我聊天，退了就买不到了，买得到。25号我还会下午一点还会带货，25号下午一点再来我这里买 N95 口罩啊，好不好？那个之前发不了货的咱们就退了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不想让我下，不同爸爸，不同爸爸，不同爸爸，打架去！全网最大你也抢不到，那就没办法了啊，嗯！那继续打架去，说话呀！哒滴哒当当哒滴当，山河万里。哎，我也要抢红包，还有三分钟啊，嗯，红包开启啊，还有三分钟红包开启。再唱首歌吧，好不好？你已经出现。哇，这是好嗨呀，啊！